有关本分局文政所于今日12时22分接获民众报案，称双十路二段有纠纷案件，经派员到场，系陈男与张男发生行车纠纷，两人一言不合，遂持安全帽与徒手互殴。陈男左手左大腿擦伤，张男流鼻血，双方皆不表示不需就医，亦不提出伤害告诉。讯问后，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87条，已请新北地院简易庭裁处。